是最强地级市，但并不意味着苏州大学就一定值得报考。大家好，欢迎收看妙在苏州，我是讲述苏州历史文化民俗美食的苏州老廖。这几年每到高考季，总有观众朋友私信问我苏州大学是否值得报考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老庙挺难回答的。首先，我不是教育，尤其是填报志愿方面的专家。其次，我也不是苏州大学毕业的。而且当年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优先排除了苏州本地的学校。今天这期节目，我只从一个苏州的视频博主的角度谈谈自己的看法。我们先来说说苏州大学的历史。苏州大学的前身是东吴大学，但严格来说是东吴大学的文理学院。民国时期的东吴大学主要是文理学院、法学院、会计系等等。如果熟悉民国历史的朋友肯定知道，东吴大学的法学院当年号称东亚海洋法第一，也是当年中国唯一一所有比较法的学府。1945年东京大审判的首席检察官向哲瑞、检察官首席顾问倪真玉等十名参与人员都是东吴大学的教授、校友或者毕业生。但是东吴大学的法学院其实是在上海的，最后是在1952年并入了华东政法大学。现在的苏州大学的主体部分前身是江苏师范大学，是1952年在东吴大学文理学院的基础上合并了苏南文化教育学院，私立，注意这里是私立哦，私立江南大学数理系。改革开放后，又将苏州财经学校、苏州伤残专科学校、苏州丝绸工学院、苏州医学院、江南大学轻工业化学电源研究所、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苏州校区吞并之后，才形成了今天的苏州大学。老庙最近刷视频，经常看到一些高考填报志愿的短视频，里面会说苏州这座城市和苏州大学是互相成就的关系，真的是这样吗？从90年代开始，老庙感知比较深的是苏州对苏州大学是一直在支持。苏州古城区当中可能是单个组织占地最大的一块，就是苏州大学，从干江路一直到石城街。但苏州大学真的给苏州的产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基础科学研究人才和应用人才了吗？在老庙的调查当中，不能说完全没有，但可能真的不多。这里逻辑很简单，如果苏大提供了大量的优质人才，苏州又怎么需要那么多的人才引进计划呢？如果熟悉苏州各区人才引进政策的朋友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而且苏州又怎么在最近几年拼了老命引进全国的知名高校呢？而老庙在这么多年的工作经历当中，无论是在苏州某知名游戏公司，还是现在自己的公司，面试过不下1000个人。总体来说，苏州大学的毕业生，我遇到好的人才不算太多。当然可能有一些外地的高考毕业生想来苏州读大学，但这里的逻辑是来苏州读大学，而非进苏州大学读大学。其实经过苏州这么多年的努力，在全球知名大学和中国院校合办的大学当中，有西交利物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国内知名大学的苏州校区有中国人民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大学的苏州校区，而其他还有8家苏州本地的公办、民办本科和17所专科院校。从这个角度来说，真要来苏州读大学，其实选择面还是比较广泛的。所以你会让你家孩子选择来苏州读大学吗？可以在评论区告诉老庙。好，今天老庙就先聊到这。如果你喜欢老庙节目，记得点赞关注收藏，见三零妙在苏州，妙在苏州。